Hello， 大家好，我是永华，又到了我们的部落战视频分享时间。这轮我也算是勤劳了哦，因为今天是平安夜吧，所以我也没有那么忙，所以我就直接部落赛一结束，我就马上来分享视频哦。然后你看嘛看嘛，哎呀，终于给我升到最后一集了，我的大法师。可是相对的，那边系统方面不是系统啊，这个游戏方面的话，他又给我这个加了个五级哦。你看，他把女王加了一个五级哦，所以相对的，又是一段很累很累的旅程哦。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就话不多说，我们快点进去看一下我们的成绩。想要查看地图哦，哇，你看这轮。哇、哦，这轮开心啊！这轮，因为大家的话都恢复了水准啊，而且这轮最让我气的是，你看一号竟然打我两星哦，然后可是他打我们的首领才打一颗星哦，而且最气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的是内职本吧，而且我的是回之阵哦。我是就是那个一个小意外啊，让他的其中一只蓝肥哦走进了我本的旁边哦，结果就这样给他爆了一个二星哦，是超气的说。然后这里的话，你看这轮对手也是很狠哦，对手超狠的嘞，因为他在开赛没有几久就把我给打了一个二星哦，所以对我们来说打击蛮大一下的嘞。然后可是没有想到啦，他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他打我们的二号竟然打到一个一星，所以我们就这样胜利了。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吧，看这轮哦，我终于打到一个三星了，可是是十本啊，但是我觉得好啦也分享一下吧。哦，你看就是这样哦，你看这轮的对手一号跟二号都是这样哦，回字阵哦。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啦，我也没什么资格说他啦。然后我就用回我最稳的方法哦，因为上一轮我完全不用天女耶，结果死得好惨哦。看这里，我把他的援军引出来，然后就丢了一个毒药。其实这个方法是超死的一个方法来的嘛，它就好像是一个程序这样啊，这是你必做的哦。如果你少掉这一环的话，是很危险的哦。当然我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些蛮强的高手吧，他可以不用天女也能够打出三星哦，而且还是十一本耶，所以我真的蛮佩服他们的。这里的话我就用这个方式哦，你看哦，因为他是回字阵，我一定要把他的这边清干净，就是你看就是十一点这边看到吗，一干净了过后我就要让他部队往同一个方向去哦，因为若他分成两线进攻的话，他的火力就已经分散哦，就没那么强哦。所以你看啊，看这里还蛮成功的哦。然后我的女王就继续的往另外一边做输出，然后我这里就整堆哦，你看是整群一起哦。你看他杀伤力有多大，看到吗？是强哦，你看他整堆一起的威力，杀死整堆一起的威力真的不是盖的，你看。然后这里的话其实还蛮好运一下的吧，你看。就是你看他这里并没有什么讲啊可以导致我女王重伤的那个防御设施，你看他只是电塔哦，所以这里输出很顺利哦，而且我不知道他的黑球到底放在哪啊，你看我到目前为止我的天使一只都没有死到哦。然后到这里的时候我还蛮紧张嘞，因为我看到这里的时候，你看我蓝飞的数量是好少，然后这边还有一只单体第一塔嘞，然后我是好紧张哦，你看直接给他秒掉哦，大法师。他秒完我大法师过后，他还会选哎，你看，他把我最后的两个王给干掉哎，所以他超臭的、啊、这个第一塔真的是。好，这里啊，这里超紧张哦，这里我就开始紧张哦。可是没有关系吧，因为你看，我这里至少还有四到五只哦蓝肥，所以可是这里的话，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啊，我还是蛮担心的嘞。而且你看他们，你看这。我初初还不，我真的还不知道这四只蓝肥到底要去哪里，你知道吗？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这边有开了一个洞哦，看嘛，这边开了一个洞哦，然后就是这样子，我就成功拿下了三星，搞定。
哇，是开心的，因为我已经差不多两三轮了，一直失手，哎，这轮终于可以打回一点点水准，是蛮开心的说。然后这里也是一样哦，这是第一题，哎呀，第一题的话方法都一样吧，3、6、9、12，你们看呐、啊，他从哪一边进攻就是啦。嗯，这轮的话是12点，可是真的也是蛮服了他吧，用他就是讲讲。同样的一个老招可以用那么久哦，诶，可是，哎呦，他现在有换哦，我都没有注意看哦，因为我都没有什么会看他打的哦，每次，你看这轮他有用天女哦，可是，哎呀，他的那个方式有点错误了啦，你看他变到，你看他的天使没有去保护他的女王哦，你看他在治疗那个石头诶，Oh my god，这是给他炸到哦，很危险耶，你看他的那个。哦，好在他的那个，你看他的那个法师有进来哦，不然就危险哦。哇，这轮他也，哇，这轮他的次序也弄得刚好啊！你看他武神一只都没有往外跑到哦，你看全部都往里面冲哦，所以，嗯，证明他真的有做功课哦，DT。你看。他哇，他女王的等级23而已嘞，如果让他这样子，你看让他自己在那边这样活动是很危险嘞。你看刮了哦，女王刮了哦，然后他的两颗石头，诶，还两颗石头剩多少哦？剩一颗了哦，哇，六级真是耐打耶！你看六级的，他的石头只是在保护他的男王哦。你看他9点方向的那个那群女巫，你看。是直接的哦，直接受到伤害哦，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啊，能不能顺利拆掉那个法师塔。我而且这对手的墙还算蛮，对九本来说还蛮硬的，你看 DT 开了个墙开的要死哎。OK，这里的话就，可是他已经没有那个远程的那个兵种哦，你看他全部是近战的哦，所以对他来讲也不占优势哦。时间方面的话要抓很好哦，不然的话，嗯哼，绝对会因为时间不够哦，然后拿不到三星哦。可是这里的话也不担心吧？你看，他的那个石头，哇，他石头终于开了哦，哦，没了哦，石头没了耶，而且这边只剩下3个，诶，还有一个已经分开哦，没有了，这轮真的没有了，看他能不能顺利哦。不过应该是顺利吧，都已经三星了。OK，哇，很惊险呢！原来这轮我们全部都打得那么惊险了，我都不知道哎。哇，好在他刚才那群女那个女武神有在那边砍那个墙哦，那墙的血剩不多。OK，搞定！哇，好惊险哎，真的超惊险的哦！原来这轮我们是那么惊险的胜利啊，我都不知道哎，因为我都没有去看哦。第一梯你看，OK，这轮也是哦。这个也是一个三星哦，所以哇，这个就差好多咯。这个对他来讲应该很简单吧？而且怎么他的那个天，他的哎呀，他用天女才带三个天使而已啊。OK，我们看他怎样处理哦。哇，他现在也真的哦，他真的有做功课哦。你看他现在真的是会这么做咯，你看。他的武神要从哪一边进的话，他就把那一边哦，那一边的那个区域给清光光哦。可是他放这个炸弹人来干嘛？放他们去死哦，没有引援哦，不错哦，聪明哦。哦，这里的话你看危险哦，他只有3个法师而已哦，他的援军是空哎，你看他的女王跑另外一边去哎。哇，好在哎，真的哦，六级石头超耐打的哎，你们看，哇，那颗六级石头真的是救了他哦。嗯，这里的话都还蛮顺利的啦。可是哇，这样子的阵真的，哇，我不知道怎么说嘞，有一点贱吧？哎，真的不容易打嘞，这样子的阵，因为他会拉掉你，他无形中会拉掉你好多时间哦。OK，开咯，女王技能开了哦，然后。这样你其实也不担心吧，因为他女武神跑的，就想跑伞的范围还蛮广的嘞，所以应该没问题了。哇，你看，这是剑角色哦，你们看到吗？
竟然把一根电塔藏在脚头，哎，贱角色。OK 哦，顺利哦。看男王的技能还不要开哦，我不知道他干嘛。你看，他是要耍帅吗？还是要还是要什么？你看，真的哦，不用就不用哦，他告诉你。然后你看也是漂亮啊，六星哦。然后这轮的话是，哎呀，就是王者有一点小失误吧。你看他这边有一个打到一个89%哦，但也没有关系吧。我们看王者 ，DT。DT 那方式好像是跟王者学的，你看王者也是只带三个天使而已哦。哇，他都是以那个，好像我们部落都懂了哦，都会了哦，应该他们都以那个怎么说啊，就以那个部落城堡的方向，最接近部落城堡的地方进攻哦。这其实蛮这样子做是蛮好的。因为一方面可以清源先哦，因为清源是首要啊，首要工作来的，这是一个程序，免不了的哦，你一定要做哦。若你不做的话，除非你运气好吧，或是你已经知道他的援军是什么了，他的援军伤害不到你，你才能就是直接啊，就是直接的下出，直接的进攻，不需要引援。哇，你看这里，哇，这些你看。这轮的对手都蛮狠一下的哦，你看他们的那些陷阱啊，摆明都是叫你去死了。你看 ，OK， 还蛮顺利的哦。只是，哎呀，只是王者怎么不带跳墙的哦？他是喜欢看女武神拆墙吗？你看他没有带到跳墙哦。其实这里的话，基本上成绩已经出来了的啦。你看。看男王的技能还没有出，你看他的那个六级石头，你们看到吗？六级石头哦，血几乎还是满的哦，所以没有问题啦。这个是绝对三星的啦，不担心哦。你看，慢慢攒着去就对了啦。哇，而且你看他，哇，还有放龙钩的，你看放一个钩一个钩一个钩的，你看他这个角色真的是啊。他这边一排勾哦，一个 V 哦，还是这边也是有一排勾哦，所以你的跳墙放的话，我觉得你放不准的话就会跳不进去耶。哇，你看石头还没有开耶，你再哦开了哦，你看开了都他的石头开了也不要忘了，直接拆掉一个防卫设施，你看拆掉他的一个假龙炮哦，哇危险哦，你看他旁边还有，哇你看真的是贱耶，你看这轮我们打的这个部落啊。他基本上每一个他旁边都有塞一个小小的建筑来给你做一个惊喜哦，真的是你看到差不多打完了的话，你看到旁边突然间有一个建筑小屋，你就会给他气到了。 OK 搞定哦，三星收工，然后下面的话应该就没有了耶，因为他王者这场失手了过后，下面的就是八本了耶，好像是八本嘛，是吗？诶，可是和平是九本啊，我们看一下哦，对哦，真的是八本了哦，而且真的很抱歉啊，和平他们真的有点对不起他们呢，因为每次他们都很可怜的，你看，因为我跟你们分享过了，你看我们部落就是这样子的打法的哦，你看啊，一号，二号，三号，所以每次基本上啊，上面的都给我们打完了哦，所以他们下面的话就哈哈，怎么说，就每次只能打八本啊或七本啊，有时运气好还可以遇到六本，所以他们就只能欺负那些吧。你看这轮放了我一个六本进来，哎，对手的实力还那么强，哎，真的是干啊，那个到底是讲那个系统到底是怎么配对的，我真的很想了解一下，我也想上网找一下资料，到底那个系统是怎么配对的哦。你看我有一个，我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啊 ？OK， 我这是一个六本呢，这是我的小号嘞。可是我发现到哦，每次哇，我一看到我们的对号过后，哇，我都有点超晕的嘞。你看我的对号是八本呢，你要我怎么打哦？所以这轮我的503的工作很简单，他就是上去把一号、二号的援军引出来。就是帮我探路而已，就这么简单，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打，哎，你们想一下，一个六本，哎，一个六本怎么打这样的一个八本啊？如果你是说我是七本的话，我勉强还打得进啦，应该两星可以吧，两星应该没问题吧，可是
六本真的是不行哎，六本的实力跟七本的真的是差了一大截去哎，加上七本我还有一个男王，还有多一个坦哎，所以的话，其实这轮哇很开心啊，这是平安夜的礼物嘛，你看，因为今天是平安夜哎，所以是蛮开心的说，因为已经好久哎，我好久没有拿到资源了哦，因为他们每次有胜利的时候我都没有参赛，然后我一参赛他们又。因为我们又没有胜利哦，所以，哎，偷偷这样子偷偷一下的话，我基本上有上了两三轮，我没有拿过资源呢，所以这轮130多万呢，哇，是不错的，开心哦，是蛮多一下的哦，所以这里的话，我就祝你们大家平安夜愉快哦，这里我就要结束我的视频喽，大家拜拜。